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善知识，咱这节继续过来，甲各位讲解平衡景观的造景设计美化。世间事啊，无奇不有。好，我爱食菜噶，我爱食肉，我爱食素，我爱食鱼。个人的思想当然是无相像，若是思想相像者，都毋是三婆的世界。相对呢，咱的人的想法见解嘛有所不同。那么今日我本人来讲解平衡设计，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，佮印证着真济十方善信大德，啊，伊的徛居共享环境。所造成的这些吉祥祸福，一一甲各位做一个讲，予各位参考。咱平衡的设计，时间同款的重要，但是咱设计依照大自然的法则，是无常的妙法。平衡的景观设计是有为法、有为法、有为法、有为法啊，拢是梦幻泡影，因为个人看的角度无相像。那么真真正正，予人看呢，共同的认识大自然的自然形成的、自然形成的景观呢，正是。无常的法宝，那么咱景观设计究竟如何？一旦可以啊，回归大自然的自然啊，这是一个课题。啊，我有一届到某一个所在，啊，看到伊的厝，庭园、厝前、厝后设计到非常的水，我足个赞叹。我讲头家恭喜，真好设计，真好时间。好，那么头家呢，目又目觉，伊讲我庭园做了都无较好，我咧暂时袂讲。你这间厝头前无水，后壁若有水食，恁规家伙头壳落落，困袂去，暗时咧，下加安尼起起落落。这位先生，我老师。啊！你讲对啊！我找袂出原因，我庭园设计做了以后咧，家内煞袂平安，唔知是发生啥原因，出来看到遮水遮阔，几百平的庭园遮水遮阔，是安怎我袂平安？找无原因，我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庭园的设计都是咱一个净土。啊！依照风水八卦、易经的道理，啊！依照四时八节、天运的运转来做水泥。若是你现在这间厝咧，后壁咧，哈！啊你咧，唔对起的是啊，你必定爱合作，好好啊，哈！这里、個、一定爱合作，重新。检讨，所以啊，那么这位先生啊，啊，伊就真正欢喜啊，带去看伊后壁。我看咧，你后壁无啥问题，有问题就是这个水声，哈哈叫啦啦叫水声，好、哦，你就这个水声的问题啊，好、哦，这里、個、呢造成呢。脑海内
干那静了就听到水声，得困嘛听到水声，哈撞开嘛就水声，行到倒位那要困到水声，所以你造成呢，你脑海内呢，你会当休困的时间足少的，所以大家头壳痨，头壳疼，哈、哦，所以各位是方善知识，哈、哦，那么咱呐、啊，这个。庭园真水是真重要，但是风水地理的法则啊，咱袂使咧无注意。若是咱也无注意的时啊，咱会发生真侪不可思议、无必要的烦恼走出来。又过一个例，咱就信徒咧，啊伊后壁去挖一窟井，这窟井咧，哈、啊，伊想讲啊，这水咧。尽量山水落来，伊即个这个水啊，伊甲放互自然流出来，后壁啦啦叫。有一天我去啊参观的时去啊看，我问这位先生，你囡仔开始歪读册咯？因为吓你也知，我因为你后壁正厝后即江水咧啦啦叫在流，这水在流，山溪水落来你在流。你安尼咧，囡仔智慧会聪明啊，你就开始无去哦。故意是方神知识，因为这都经过咱的耳根，经过咱的耳啊，传达到咱后脑来，吼、哦，传达到后脑来，所以你会造成啊，囡仔头脑未安宁，造成囡仔的思想未清净，那么伊读册咧，自然啊。吼、哦，直退步。那么相对咧，咱台湾毋知偌济家庭有发生即种诶问题发生，我相信是真侪，毋是某一个人尔。各位是方善知识，庭园咱要做，钱爱开，无毋对，但是爱开了有意义。咱毋但为着钱咧。吼、哦，摕钱来给家庭带来未平安、未健康，那安尼是啊，是非常灭火的代志啊。好、哦，要有真侪例啦。好、哦，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都一一甲各位来解释，我都一一的甲各位讲啊真详细。若是各位以后对景观有兴趣者，我希望我。今日开始啊，嘛会讲真侪侪关系景观、甲风水、甲易经因厉害关系啊，好一一说明，互各位了解。若是咱的景观呢，庭园咱啊设计好的时啊，咱啊，哈、家庭就是净土，哈、咱的家庭呢，就是一个佛的世界，清净的世界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。咱的课程呢，好，大家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的合家平安，事业。方善知识，啊，咱即个继续过来，甲各位讲解，咱的庭园、景观，咱即个讲到厝内底，中央、中宫。啊，咱有当时啊去即个餐厅，啊是即咖啡厅，或者公司、事务所。当咱踏入门的时啊，咱有当时啊看了哦，即间厝那遮水，内底阁有喷水池，内底有池，有庭园，真正水，咱真新鲜。吼、哦，而且听哦，水声遮大声，啦啦叫。吼、哦，咱着免去山诶，深山来听即个水声，咱来遮听倒好啊。来遮泡咖啡，来遮食茶，感觉真好。无毋对，哈、哦，咱感觉真好。咱人起来感觉真好，但是诶，咱主人家咧，徛家店诶，咱一间厝也是讲。中啊，好有水啦啦叫，哈哈哈！
也是啊，这个几啊种现象。第一种现象呢，家内开始较会袂安宁，啊，事业公司诶，钱趁着开始会冤家、斗争、相告、相骂，吼，争权夺利。台中有即种诶餐厅发生过，到尾咧真正趁钱诶时啊，吼，公司员工开始相告、相骂，啊，头家相告、相骂，到尾就啊散去。已经我看几个经过，好，假使讲咱一个工厂公司中央咧，啊，入门一个水下下叫咧，水里落落，尤其咧，佮漏倒出来是对大门漏出来咧，哇，趁无够开。啊，我曾经伫桃园，吼，佮台北，即个南口遮咧，有一间工厂，伊原来拢做即个叫做乌龙茶。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趁钱，较早趁钱呢，去一间新的工厂。啊，公司的内底呢，设备真舒适，打进门呢，水呢，好、哦、喷水喷甲呢，算算叫，声音真好听，啦啦叫。我讲头家，你即窟水是做得非常的水，钱嘛开去啊，但是你开钱无目的，而且呢，你即个钱，即、这个水呢。互你公司生产出货袂顺失，发明的即条研究的物件呢，结果常常起变化，起无常。啊，你公司内底呢，员工呢，逐个心头火起火热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因为老师你讲的拢对，我毋知影是即窟水，我请先生来甲看，叫我内底爱看创即窟水。好，结果我就照伊意思来做这个水，啊，做了嘞，开始逐项订单，无应该发生的会发生，无应该来煞会来，好，无应该，这个叫做拄着大挫折、大摩擦的，拢拄着，出货未顺失，好，品质会变化，种种的无常呢，拢对你来。各位是方先知识，当我将这个问题甲这个信徒先生头家讲了以后呢，哈，伊将伊心内话讲互我听，问我讲要安怎，我讲这上重要，钱赚了用不赚，但是一件代志，恁太太心中开始歹，啊，有志水会倒着，那么就头家讲。哈、啊，老师啊，我病，这太太病，我食袂着，毋知什么原因，惊啊找着啊，我是啊，因为呢，厝中呢，都、就是咱的胸坎啊，心脏的所在。好，咱现在来看一间厝的中啊，好，在对对看呢，好，咱就一间公司呢，好，你看这，咱一间厝安尼四四角角。好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后边嘛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这里好多中江，好，那内底有水池啊，内底有水池的时啊，啊，尤其水来向外流，咱来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水向外流破财，好，对中江水池喷的时啊，池喷的时啊，心脏病、腰椎病。然后这个信徒先生啊，甲太太呢，都一目屎流来。伊讲老师啊，我开钱讨皮疼，开钱倒了钱，毋知要安怎，我真简单水漏掉，水漏掉就好啊。伊讲中江安尼用囥真侪石仔无？毋通囥石仔漏掉，创我病。好，伊讲我用摆一寡艺术石头哦。我唔通，你若艺术石头咯，好垃圾，你伫中江啦，到尾大家肠仔都起问题，肠仔多。好，而且呢，咱心肝火者以外，肠仔多呢，到尾会产生莫名其妙把走出来，我不止创病，无代志。好，人活的物件死的，活人捡只死物件，甲你相通知，我嘛无记得。所以我啊，就是信徒先生啊，我建议讲。莫讲我要对时代，莫讲甲恁想要好看，平安要紧啊。
后来咧，这位先生啊，下甲我讲个提供意见咧，伊就安尼甲吞掉、空掉起来，了伊个乌龙茶生意开始得好，工厂生意得好，太太身体得平安，哈、啊，一家完真正圆满，公司员工师傅较有讲有笑，较袂讲你一个面我一个面。当然啦、啊，这甲每个人的修心养性有关系，但是人啊。挡袂过一个大宇宙即个法则，所以各位是方先知识。咱厝内底咧要开钱，爱好看，爱有风水、地理、易经即个智慧，毋通干想讲哦，我庭园设计专家，吼、哦，甲设计，吼、哦，即什么什么派、什么流的，我甲你讲，有流流到无流，流到尾财产流了了，命流了了，命嘛流了了。这种案例非常非常的多啊！若是各位家长，恁厝正中有这个问题，我建议大家咧，咱就近水抽掉，不管是嘛好看，哪位看的是啊，咱就清一喷，好好咧，咱再来吞。我相信各位会更加平安，事业过顺时，这节课程加这节大路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顺。十方善知识，哈、啊！大家古早人有一句话，在风水的真理，就是讲：龙惊草，虎惊猫。若是龙平啊，做便所困，囡仔智慧较无。啊，囡仔的读册咧，智慧咧，渐渐较实。咱来做头路啦，贵人会渐渐较暗。化粪池伫良平的时，哈、啊，若是伫化粪池伫好平咧，迄是正位。化粪池啦是正中的时啊，厝后壁正中的时啊，哈、啊，这嘛是影响囡仔智慧，尤其主人家咧，头壳开始较会啰啰，哈、啊。伫即即个咩咧？咱的思想咧，常常想有做无，做有想无，即现象拢会拄着，因为我印证非常的多。过来，咱厝内底咧，大家因为真侪人吼、哦，现在较生活品质的提升，然后讲究生活品质，所以啊。在这个生活品质提升的时，大家在庭园会做真侪水池，包括伊厝内底、厅内底嘛会做水池啊。我看过一间工厂，啊，伊厝内底三个囝拢真正歹，三个囡仔咧入了气球拍，到尾咧经过一段时间呐，哈，求神四个求神呐。到尾去甲天上圣庙，吼、啊、求圣杯啊，讲我要来找贵人在哪里？哈、啊，圣母伊甲指示讲在南方，在几工内就找到啊。那么在第几工的时啊，哈，都朋友的姻缘介绍，后来甲咱王禅老祖、贵国先师结识善缘，啊，就请老祖去厝甲看。那么我当然我去厝甲看的时啊。哇啊！你间厝遮水，土地百四五平，遮尼水，吼、哦！你个好平做一窟水，啦啦叫，哈、啊！那像这个图案呢，哈、啊！像这图呢吼，头好平，这好平呢，这个白好，哈、啊！这个好平，好平，这边良平，哈、啊！这项目，哈、啊！这主席。哈、啊，好平遮咧做一块地，真大块的地，真水，当对岸流咧，沙沙叫安尼下叫水流，真大个型。那么伊厝内底咧嘛真宽，厝内底咧伊这边咧个做一块水池啊，一块水池咧嘛是好平，两个好内好通外好内鬼错通外鬼，内神通外鬼咧，所以今日这三件咧拢去互外边的朋友咧甲拖咧。啊！因为这内底的好动好惊闹，外面的好动
好，然后外面的好东呢，都、就是外面的歹朋友来，内面的好好兵呢，水族箱嘛好，还是水池嘛好，这拢是内好东呢，内底囡仔未听话。好了，无这位先生啊，两阿婆目屎流嘞，老师，我真痛苦，我有成就的人。我做人斤斤计较，安尼家己计较家己安尼，毋好对人无好，哈对人爱服务，爱有爱心等等的。结果无想我的囡仔哪会做人无好报，我是安那呢？我你莫怪安尼。哈，我甲讲，你做好事是你的责任甲义务，应该做人的。但是所发生的代志必定有因，就是你这间厝，你内底好评呢？看出来，好病内底一颗痣，外面一颗痣，内好通外好，内心通外鬼，囝呢对内底甲你提钱出外口开，啊，牵外口的人来甲你恐吓。吼、哦，这位太太呢，几岁？老师，谢谢，你今日甲点一条路出来，我当当人甲恐吓，无想到你恐吓呢，就是我内底囡仔牵出来，甲有一天华电的中偷听到。偷听到囡仔咧，设计外人来甲老爸老母恐吓爱钱，是太太骂骂好，怪翁婿，我你毋通怪，这是你的业力。咱的福报无够，智慧无够，知识毋捌，风水的妙法啊，世间无传的真流，无这个流通，无普遍化的流通咧。所以才会造成真侪家庭不幸的代志走出来啊！各位是风神知识，风水法则，咱会使你讲我唔相信，但是啊，咱无可能离开风水而生活，咱嘛无迄个权利，无迄个力量呢，来孝敬风水的灵动力，这个印证的是有够侪，有够侪。那么这位。先生太太呢？哈，听我讲以后呢，伊就对内底一口水漏掉。伊问我讲：“老师，我做水族箱会使哩无？”共款，水族箱呢，水落落叫，落落叫，落落叫，共款好咧动。你外面嘛咧动，外动是外面的歹人、小人，内动是内底囡仔歹。说内外拢歹势啊！你哪有头路？迄个好遐尼侪钱好好挥泪呢？所以这位先生两阿婆真正感激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，好感谢感谢贵国先师合传这个妙法。所以咱就信道啦，伊啊真正激励讲老师，请你继续去弘扬这个妙法。予咱台湾普天下的人啊，予在风水方面呢，会当进一步的了解。哈，希望呢，别人的家庭呢，毋通发生着因厝的家庭遮个歹运。啊，希望讲咱这个庭园的设计师，希望风水的地理先生等等啊，咱正法爱学，毋通邪法。五无通的时啊，共指点害死人一族，咱的罪过都非常的重咯。今日因为咱奉王禅老祖慈悲的开始，所以才极力来弘扬风水的妙法，目的就是要予希望咱住伫这净土之上的人，家家户户，大家会当得到较平安，社会祥和，这嘛是我的愿望，嘛是。圣神佛菩萨的愿望，今日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